你们这群慢东西才抓不到我啦！啊！我的豆花60块！啊！吓死我了！哎，阿勇哥是你！哎，你不能这样直接钻出来啦，很危险呢！啊，我这边有洞，有洞就钻呐，不行！要钻也要看路啊！啊，我要从这边过去啊！这样直接冲出来，啊，撞到我怎么办？啊，你不会停一下哦？啊，路上一堆车祸都是你这种车造成的啦！啊，我赶时间呐！啊，赶时间也不能这样子啊，这样很危险！又回来！哈哈哈！废物，你抓不到我啦！啊！不好意思，借过啊，借过。不要这样钻啦、啊，现在很挤啦。你那个后照镜可以收起来吗？我这种车不能收啦。那你就凹一下就好啦，凹一下。那就救车啊，你要我怎么凹？啊，就差一点就可以过了。那、啊、请你多等了几秒，可以吧？啊，有洞就钻啦、啊。干、啊、嘛那么急？你看前面位置那么大，啊、我现在也没办法动啊，你要我怎么样啦、啊、不收就算了啦。不要抽动啦，不要抽动。啊！你刮到我的车了啦！啊，看你要怎么赔我！啊，明明就是你刚刚刮的，啊，本来都没有痕迹啊！不是我啦！停下来，停下来！我不叫警察！啊，绿灯！你敢跑？你们这群慢东西才抓不到我啦！啊！我的豆花60块！你们这群慢东西才抓不到我啦！啊！我的豆花60块！